献俗。Amen。好，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学期的一个真理追求系列，也是我们的福音聚会。感谢主。啊，我们已过了这个系，我们这系列啊，一共有四次，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次啊。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的话，这个题目，听到这个题目以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尤其是对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呢，觉得一个，我想是一个很全新的，对不对？对我个人也是这样。当我那个受浸以后，在这里啊，后来我进入这个就是关于神与人的这个神圣诺曼史这个印象以后啊，我看到那个雅各，还有一本书就是路德记啊，是很难想象，在圣经里面居然有至少有两卷书啊，讲那个人的爱情，还有神啊，还有一个王跟一个乡村女子的爱情，对，是，这是非常的是让我一个就非常的美啊，非常的美。我觉得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去的话再深入的来研读，从这一个侧面，就从这个神对人的这个爱的层面呢，来感受，那个主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啊，是真神啊，他吸引我们是通过爱的，Amen。我们也就是今天这是第三篇了，我们前面呢有讲到为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今天就进入这个神与人的神圣诺曼史，也就是他呼召人们呢，他的力量是什么，他不凭强迫，不凭其他的什么诡计啊什么的，他凭的就是这个爱，并且这个爱啊是非常超绝的爱，如果是没有这个爱的话，我想我是不会坐在这里的，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会这样见证。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大的一个 summary 一样，我们看一看啊，什么是圣经所揭示的一个神与人的神圣诺曼史？是，它就是说圣经呢、啊，就是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启示的书、啊，它启示神与人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着，如果没有这个启示的话，我们就是瑕人，就是。瑕子摸象了，是感谢主啊，是，它是一个启示的书，对，并且向我们启示，用整本圣经去向我们启示，它实际上是一个爱情的书，对，是它这一个实际上是神他自己啊，是，像我们那个是他的配偶啊，他希望的配偶啊，就是团体的人类啊，对，就是这个圣经就是字里行间，就是浸透着。神爱我们，追求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卷书啊。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啊，在旧约里面啊，神呼召的一群人呢、居然那一群人以色列人呢，居然也因为撒旦的那个引诱，人类堕落了，是他们堕落了，也实际上是人类也是更厉害的堕落了，背弃了神的这种爱啊，是，也就是说与这个神圣的诺曼史。隔绝，我们不认识神了、啊、也不认识神的爱，所以说在旧约里面就是描述了一个在这种光景下，我们的这个旧约的律法不能解救人类啊这个悲惨失败可怜的这个光景，为什么呢，就是逆袭了神的爱，是，就在这个背景下神啊，但是他的爱，他的公义，他就是那个爱，他就是公义，他就是在这个情形下进入让我们人类啊进入一个新约的一个篇章啊，是，这里的话呢，神他道成肉体啊，成为基督啊，经历成就，经历过程，成就救赎的工作，是，他成为了新郎，变成了新郎了，是，就是耶稣基督成为新郎，以慈爱和连续聘我们这信入他并爱他的人呢、啊，对，成为他团体的心腹，是、最终成为新耶路撒冷，也是在那个。在创世纪，不是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新耶路撒冷呢，在那里我们成为一个永久神圣的宇宙配偶啊，对，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情，他对我们的追求，不是停留在现在，也不停留在过去，他是停留到他是到永远去的，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启示，对我来讲，对我是一个非常的震撼，是，也是非常的困迫我们的，对，阿门，
在这里的话，刚才也就是大家就会想到，这个人神和人的神圣动脉史啊，与我们到底有点什么关系的？这主要是对那个福音朋友讲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他没有感受到。是。阿门。实际上的话，我们就前面都讲到，就是啊，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他就各按其时啊，成为美好啊，将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阿门。这个永远有很多，实际上是能够接受神的东西啊。其中这个永远呢，很重要一部分就是需要我们接受神的爱。是。这个爱啊是非常的重要啊。是。阿门。他的这个爱啊，就是在那个提后书啊，他特别讲到，就是打人打比气，把那个人呢、做一个比喻，我们是瓦器，还有成为那个金器银器啊，或者说是乌器瓦器啊，我们呢，他说要我们的话，是希望我们呢能够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分别为圣的，活活主人使用。这个主人的话，实际上我们最高的主人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神啊。他就进一步的讲到，他说这个在神的话，就创造我们、呼召我们的话，是要我们呢，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的。是的，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形下，那弃绝他的，实际上就是弃绝那位，他的圣灵赐他们的也神的。是我们就弃绝了神的。在这个保罗弟兄在这个新约里面特别的启示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重要，爱是永不败落。入京长城的有望、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对于这个对基督徒来讲也是这样的，不光是有这个信 faith， 有这个望盼望 hope， 更有这个爱，那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对，所以说我在这里，我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有需要更新的这种爱啊。我们需要有这个爱来迫使我们。是。另外，如果是没有这个爱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看见现在这个情景的，没有主的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话，在过样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实际上，我们个人天然的爱是可朽坏的。是短暂的，是有条件的，对，是的，而相反的，主的爱是永久的，是不朽坏的，阿门，他是无条件的，甚至为了爱，他可以舍弃自己啊，阿门。我们现今的很多的问题啊，实际上就是爱的缺失啊，是的，对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放置，阿门。没有爱，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说我们，你说我们成为一个伯克利的学生呢，我们赢得学问，赢得知识，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有人爱，没有爱，我们心中也没有爱，实际上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如果是你有这个感觉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就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神的爱。为什么这个神的爱啊，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定海神针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针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爱就是出自于神的这个爱。在这里的话，这个神圣动脉史还不光是这个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大爱，它是更深入的、更情深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专特的、独有的这种爱。这个甚至在他这个爱里面，他创造我们。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啊，他就讲到，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能够管理这一切的。最后他特别讲到，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按照他的样式形象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更进一步的讲，他创造男女的时候啊，他说那个亚当啊，他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创造一个帮助者，这个配偶。然后呢，就是他沉睡啊，他就取他一条肋骨，对，然后从这里建造成一个女人，对，然后把他领到那个亚当面前说，亚当就对他说，就是你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这为女人的，
就是因此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了。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事实上啊，我们现今的这个人类的这种夫妻相爱啊，因此结合，这就是婚姻的制度啊，事实上是神命定的。所以说，我们现今处在这个里面，事实上应当是，觉得是必然是受神祝福的一个事情。Amen。我们的进入这个在旧约里面的话，我们就从这个出埃及记啊，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一个看到这一点呢，在这个二十章啊，神呢耶和华向摩西啊颁布这个律法，刻在那个石板上啊，对，这个十诫啊，前面的这个三诫啊，实质上就是神跟人的一个婚约啊，是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啊，把你们从埃及啊为奴，那从曾经为奴之家领出来的，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的、也不要为自己雕制偶像，也不要拜他们的，要爱我使我的诫命的、实际上他说的这个三诫啊，非常的重要。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到的人的出的问题啊，都首先就出在这个问题上。是的，不知道神了，我们拜假神了，我们为自己设置各样的偶像啊，然后我们就更不知道爱他了。这个情形的话，实际上成了我们那个各种各样的堕落的情形的一个起始。是，阿门。我们现今的话，正好我们那个校院呢，有学生的话进入这个出埃及记啊，有那个读经呢、啊，周三的读经呢、啊，如果是有份于这个读经的话，会更多的知道这个所讲的这一些。但是的话，我们刚才讲到人的堕落哈、神的话，他主要像是他创造我们这个神呐、啊，在呼召我们呢、啊，多次的呼喊我们、啊。是。这个耶利米书、啊，何西阿书，还有以利亚书、哦，多次的在这个通过这些申言者啊，向我们呢、啊、重申他的爱啊。是。比如说、啊、他在耶利米书第二章1-2节都讲到啊，他说你要去啊，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啊，他说你们呢说这样说啊，我这样说啊，你幼年的恩爱，新婚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Amen。他后面就甚至在何西阿里面的话，他让这个何西阿啊，何西阿就是那个是那一个那一个申言者啊，让他去找一个妓女。他就说我啊，我耶和华啊，就是这样对你们的。你们背叛了我。但是我依然的爱你们。他要这个和西亚去过这样一个生活，去尝试一下神的一种心情。是。就在这个情形下，后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啊、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失败了、在他们里面，在这个律法里面是没有盼望的，甚至他们这个整个民族都有可能就完全的就四散了，整个民族都是都。但是神的话，他的爱，他的公义，依然的保守着他们，对，也保守着我们。事实上，这样就有了新约啊。我们在那个约翰遗书里面的这个4:9-10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Amen。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使我们见着他和得生命活着。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在此就是爱了。在新约里面呢，神给我们的刚才这个，甚至是在耶利米书，在何西阿书里面，他向我们预言，他新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是，他说在那些日子啊，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啊。是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啊，不像旧约一样的刻在石板上、外在的一个规则，一个好像一个规条一样的。
我做他们的神啊，他要做我们的子民的。Amen。在何西阿书里面讲，他也特别的讲到，他说啊，在那个时候啊，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啊。Amen。是以公义和和平的，以公义和公平，以慈爱和连续聘你归我。Amen。也让你认识我。阿门，阿门，是的，阿门，阿门。好，我们就下面就进一步的就进入的话，就是我们想着在新约里面所揭示的一个神与人的这种，这种爱的关系啊。我们的雅歌，事实上啊，雅歌是所罗门王写的。对，就像在上一篇的时候，许亮弟兄们介绍的那个传道书啊，曾经写世上的一切啊，外在的一切都是扑风啊，都是空啊，虚空啊，但是他写了一本呢爱的诗歌啊，可见呢这个爱的诗歌，这个爱不是虚空的，对，是对我们来说如何的重要啊，在雅歌里面的。这个雅歌又叫歌中之歌，或者说所罗门之歌啊，他是用那个诗歌的一个题材啊，描述他自己与一个乡村女子一个爱情的故事啊，最终啊，那个乡村女子一步一步的变化啊，成为一个苏拉密女的，也就是他的一个阴性的一个副本呢、啊，对，与他完全能够相配的，对，就是通过这本书啊，这一卷书啊。就是描述我们这个神与人这种奇妙绝佳的这种婚姻爱情如何来达成呢？在这里面的话也预表了新约里面的那个新郎基督与爱他的心腹啊，在他那个神圣的属性和爱他者人性的这个美德里面如何来调和啊？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个进入的那个嫁娶的生活，实际上这是一样的。对，是，实际上是从另一个方面讲的。是，实际上就是说到底就是要与神啊，能够调和在一起啊。对，在这里呢还不是一个替换，他要共同生活，就像婚姻一样的。对，阿门。是的，在这里的话，他这个揭示的雅各所揭示的，跟新约里面呢、后面的这个。所讲述的是完全的相互呼应的、彼此印证的。我们知道那个所罗门王他是在耶稣基督降生差不多1000年以前的，还在1000年以前，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新约起码是1000年以前的那个事情，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啊。在这里的话我就快的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快的都带大家过一下，在这个里面啊，用了很多的预表，用了很多的比喻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可能都讲得太明了，但是的话呢，它都是有非常深的含义的，是解释，它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的，是，比如说在第一章啊，它就特别是一开始的话，它就讲到，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大爱啊，是他的大爱吸引了我们的，Amen。让我们能够跟随他。甚至要跟随他的羊群呢、这里的羊群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他的那个他所牧养的那个教会啊，就这个真实写的也非常美啊，这些句子，我觉得这个爱情诗啊，没有超过他的，你们在他里面这是真实，在这种神圣的爱面前，相形见绌。哎，如果是大家有爱意，甚至是爱好文学的，也不妨进入这本书，可以看。是的，比如说一开头就说，是愿他润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的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朋友都爱你。愿意你吸引我，我们就快活跟随你。还进一步的说，王带我进入他的内室，我们必依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
因为他们的爱，他们爱你是理所应当的。阿门。阿门。阿门。特别的话啊，他就讲到这个，他就寻找他的爱啊，他说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牧羊群呢、啊？是、在何处是羊群邪恶那个邪恶啊？后面他的回答是说，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出去跟随羊群的脚步，对、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啊，接着啊，他就讲到啊，那个，他就向这个乡村的女子说，他说女士啊，我把你比作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是有深意的啊。什么是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啊？但是呢，因为啊，这不是一个法老，我们看起来好像说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称赞的、啊，但是里面含着很多的负面的意思在里面。是，他这里叫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就是比喻的是吧？我们都是在那个撒旦的权势之下，顺服撒旦的那个各样的那什么工作的，从事他们的工的一个个性很强的一个人呐、啊。是，我们是天然人呐、啊，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啊。对。但是哪怕是这样啊，我还是爱你啊，是，并且因着享受啊这个爱啊，啊，并且被那个灵啊，我们刚才特别讲到的，今天也在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名呢，那个是死里复活，能够升天的，最后啊，能够加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名呢，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呢再一句的讲，但是确实都非每一句实际上都是非常的有韵味，对，非常的深意啊，啊，比如说他以我的良人一代木药。在夜间留在我的胸怀间的，是以我的良人为一束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啊，我的床榻是翠绿的，我们房屋的栋梁是香柏木，船子是松木，这里面蕴含着深意啊，但是说没有时间来在这里解释，弟兄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进入，再自己去进入，他就特别的讲到，就是乡村女子说，他说我是沙能的玫瑰花。是一个，是那个一个平原上的一个野玫瑰花呀，也是一个谷中的一个百合花。Amen。他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野地的一个野玫瑰花啊，但是呢，借着享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爱，是进入他的安息啊，享受他丰富的供备，在那灵里啊，一步一步的被重造、被变化啊。他比如说，他都讲到啊，他说。神就说他说我的佳偶啊，这是神的这个乡村女子说的啊，他说你好像是百合花在荆棘中啊，他说虽然你是这个是出身低微啊，但是你在这个世上的不幸的人群里面，你是一个信号的一个女子啊，是多么的可贵啊，对我来讲啊，这他的就说这个乡村女子的回应是说，他的良人是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啊，他享受他果子的滋润，觉得甜美啊，他能够并且把他带到宴宴所啊，以爱为旗啊，宴宴所在这里也有深意的，实际上就是简单的讲的话，大概概而化之的话，就是他的教会啊，带到这个里面去啊，能够成为他享受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场所，他用葡萄饼来增补他的力啊，为他增补力量啊。用苹果使他苏醒了，在后面的再进一步的，他就讲到，他希望啊，他在你在那个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啊，让你来见啊，求你让我能够得见你的面貌，听你的声音的，你给我们擒那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啊。这也就很有深意的，是不是啊？这就讲了，实际上简单的就是说，蒙呼召啊，希望他与十字架、啊、与他的死联合，对，并且以此的话可以提防他们乖僻的个性啊，可以在他各样的破碎自己各样的个性，包括内部自己啊，自卑自怜啊这种情形的，是他这个所罗门王啊，
在第三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啊，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建了一个华轿，这个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它是用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铺就的，这也是简单的讲，就是说讲那个迦欧啊与基督啊完全的联合，迦欧成了那一个黎巴嫩用黎巴嫩木造的这个华轿，用爱情来成就啊。后面有讲到这个王啊呼求他的心腹，你们要从与我一同从黎巴嫩来啊，一同从黎巴嫩来，是从亚麻那顶的，从示利尔，从河门顶的，从这来观看，实际上是在呼召啊他们活在升天的这个光景。Amen。他这边他就讲啊，他说你们还要成为关锁的井，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啊，封闭的泉源啊。你们呢是我的，主还赞美他们，你说我美丽像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的。德萨跟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还有犹大他们当时的都城的。在这个七章十二节里讲到啊，这是那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啊，就我们清晨起来往葡萄园去了，看看葡萄发芽没有，开花没有，石榴放味没有，我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你，献给你啊，就是与讲他与良人的同工啊。在最后的第八章啊，六到七节啊，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那个像苏拉密女，那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苏拉密女了。但是她的一个求告，我觉得在这里，我们也大家不妨把这一句话一起来读。阿门，阿门。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如此之坚强，嫉妒如阴天之残忍。所闪的光是火的闪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爱纵水不能熄灭，洪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这爱，就全被藐视。这是他向这个王的一个求告。对，就说我所做的这一切啊，像算不得什么，我是希望啊你要把我放在你心上，像印记一样，把你带在你的臂上，像戳记一样。也就是他知道他的力量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神的爱。对，他的力量也来自于这个王了。阿门。也就是这是我们的主了。是。主正是因为主就是如此这个爱啊是如此的坚强，真是。阿门。好，我们到这现快快的进入新约这一个啊，这个神圣诺曼史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有一些什么关系没有的？这几个首先我就讲到啊，我们那个夫妻啊，夫妻生活，作为丈夫如何看待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这个特别讲到啊，这是比前讲的，他说这个我们的妻子啊是比你软弱的妻，是女性的，你要按他应得的分来敬重他。因为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对，这是神所命定的，你的配偶是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对妻子来讲是怎么说的？你们要服从你们的丈夫，这也说得很绝对啊，要服从啊。但是很多姊妹啊，好像这个说，这是现今的话，这个话好像说的不好听的，政治不正确，绝对是政治不正确，但是非常的重要啊，如同服从主。他打个比方，像是对主一样的。是啊。他在后面就讲到，以弗所这个讲到，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是。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阿门。所以这是最高的一个比喻了。嗯。Amen。也就是如何来爱。是。Amen。是。丈夫也照样爱自己的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他说：“因为啊。”还爱自己的妻子啊，实际上是爱自己。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Amen。特别的讲到啊，
前面那个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在这里面讲到这个极大的奥秘啊，不管是讲到夫妻这种婚姻生活，而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实际上现在这个成了基督与教会的一个预表啊。你们还有就讲特别的讲到在我们这个两性关系上啊，我们要慎独，不要淫乱的，事实上在属灵的上面更是这样，对，我们不能有淫乱的，我们不能拜假神的，对，我们要专一啊，我们要爱他啊。你们在启示录里面也特别的讲到啊，这个婚姻呢、啊、是不是最终啊羔羊婚娶的时候要到了啊，新妇也要预备好了、哎、啊，您啊，那您跟新妇说啊，听见的人也该说，口渴的人也当来啊，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哎，对，这个就跟这个就是与那个雅各的八章十四节的最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嗯，是我的良人呐、啊，愿你快来。哎，对，如羚羊和小母驴在香草山上。对，阿门。好，就到这个的话，我们有。这个林弟兄、林姊妹会做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美妙的一个见证。阿门，阿门，阿门。对，我想就姊妹做见证就好了。如果时间够的话，也一起站着上一起。阿门，阿门。是感谢主。阿门，阿门。弟兄姊妹跟各位福音朋友，大家好。感谢主能够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见证一下主耶稣在我们婚姻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改变。在我们今年才刚过了40周年的结婚纪念。阿利路亚。这个我们在学生的时代是大学同学，认识的时候我们还彼此都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过的生活就是一般学生的生活，关心我们的学业，关心我们的前途，我们将来的工作等等，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教会啊，对于基督啊，我们都没有什么认识，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大学毕业以后，很感谢主，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都两个人都同时受浸了，都信主了，然后都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然后我们很快的就结婚，然后就来到美国读书。这个结婚了以后，我们就很快就发现了，我们两个的个性其实非常的不一样，他是慢的，我是快的。我是这个急惊风，他是慢郎中，他做什么事情就是慢条斯理，不急不徐。那我呢是也容易这个担忧，他是这个非常的 relax， 这个什么事情都没问题。那主呢也很奇怪，就把我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呢摆在一起，叫我们能够互相彼此互相提醒，彼此互相能够鼓励。那么我记得有一次他对我的一个提醒呢。这个非常的，我非常得到帮助。那就是有一次，我觉得我在受了一些委屈，觉得啊自己真是很受伤害，我就很愤怒的在那边发怨言，我就在那边抱怨，然后越抱怨越高兴，结果弟兄忽然之间就跟我说，他用很诚恳的态度跟我说，他说我们活到现在。我们是不是还在凭我们自己的天然人的生命在活？阿门。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是不是主量给我们的？阿门。那我们在这件事情来经历它，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来接受主给我们的训练。阿门。让我们能够更转向主，更依靠主。阿门。我当时真的一下子被他打醒了，我就觉得虽然我心里面在说阿门，但是我嘴上没有承认。但是我等到我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这个发怨言的这个情形，就像是出埃及记里面那些以色列人对着摩西一不如意一不怎么样就开始发怨言，这是多么的不讨神的喜悦。那我当时就看到我自己的这个软弱，我也真的是在主面前有个悔改。阿门。阿门。在发怨言的这件事情上呢，说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弟兄在他36岁的时候，他因为要洗肾，他要接受很多的这个手术，所以他在心理跟生理上都受了很多的折磨跟痛苦。但在这段时间呢，我真的是看见我们的弟兄啊没有抱怨了，他默默的接受，真的是逆来顺受，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我真的换作是我真的是做不到，但是我们的弟兄呢不仅是如此，而且他还继续的读经，
继续的祷告，继续的过正常的照顾生活，甚至于他都已经走不动路，因为他那时候严重的贫血，他必须要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的拄着拐杖，我开车啊带他去聚会，那时候弟兄姊妹都很受鼓励，我也觉得从他身上我是学到了这个不发怨言的这个功课。阿门。感谢主哈，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年间，除了这个以外，我还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弟兄也有这个交通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而且就是像顺服主一样。我当时刚得救的时候啊，我看了这节经节啊，不大喜欢，哇，这个我做不到啊，一定是做不到的。可是呢，慢慢的在过教会生活，跟享受主啊，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我就发现，我慢慢的更多的就把事情就带到弟兄面前来，我们就一起在为这些事情在祷告，一起来商量，我就更多的来尊重弟兄的意见，更多的来将弟兄当就是做我的头，然后能够一起的来走这个生命的道路，我就觉得说，哎，好像不费力气嘛，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就是在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觉得主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的一些天然的生命慢慢的在一点一点的在对付，我就觉得很感谢主，那么自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弟兄这个刚刚讲了他很慢啊，他读圣经也是很慢，很花很多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在读圣经，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进去，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像他这样读圣经，我就觉得很。这一点我是很羡慕他了，因为他对主的话语的追求就等于是激励了我，因为我是比较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读过就读过去了，他是又是中文又是英文又是这句话又是那句话，然后又是这个注解那句话，他非常的仔细，而且非常的求这个从主那边来的亮光，所以这个是很感动我，我也从这里看，就说他在属灵方面的追求，他是在前面跑，我是在后面追，追都追不上。但是呢，这个夫妻之间互相影响，我就得了他的这个鼓励。那么至于就最近就是我们搬家来到这里，在教会生活来讲的话，我很舍不得宾州那边的弟兄姊妹。当时哭了好几场。因为我们33年来弟兄姊妹们都建造在一起，一起配搭服侍，这是很深的感情，我真的觉得很痛苦。那时候弟兄就跟我说，他说你放心好了，你到了那边一切会有个新的开始。我就想是吗，就到了这里真的很快我们就进入教会生活了，而且我就发现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这么的可爱，每一个人都在他的身上都有一份独特的基督，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让我能够值得我欣赏，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所以说到最后就是教会生活跟家庭生活这个婚姻生活都是一个爱的故事，我觉得我们跟主之间也是一样，是一个爱的故事，我们能够与主有这样一个神圣罗曼史，能够有份于这样一个神圣的罗曼史，实在是我们的福气，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跟神有一个这样的情深，个人情深的一个关系，成为这个罗曼史的一部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但是如果他要讲我的缺点，大概今天都大家都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样讲，就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是在教会生活的这个保守之下，在这个基督的福里面受到保守。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很软弱，就是这个跟随羊群的脚踪，在教会生活里面啊，你就摸着神的爱。这个有句话，这个彼得前书讲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入他而欢腾。我们这位主就是这样子啊，借着他的身体，借着教会生活，让我们摸着，让我们摸着什么是爱，什么是实际。感谢主，我们就这样子吧。时间还给那个文旅这样。阿门。阿门，阿门，主耶稣，阿门，主耶稣，阿门，阿门。
阿门。主，你是何等的大爱，阿门。阿门。是你驱破离，阿门。从万王之王啊，阿门。主我来竟成为人，阿门。并且能够甘愿定死，阿门。为了成就你的爱，阿门。为了成功的救赎我们。阿门。这个与你不配的一帮乡村女子，阿门。是感谢你这个大爱，阿门。让你这个大爱也困迫我们，阿门。让我们在你这个爱里面蒙福，阿门。是，主啊，我们感谢你，阿门。实在是你先爱了我们，阿门。来寻找我们，阿门。主啊，来遇见我们，阿门。你在爱里面带我们往前，阿门。主啊，感谢你，阿门。主啊，说我们需要你，阿门。是，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阿门。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阿门。这样子一个接枝的生活，阿门。就是操练与你连结，阿门。操练我们不活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面，阿门。谢谢主把你的神圣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阿门。我是何等的爱你，阿门。赞美你，阿门。是，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阿门。像你一样的有爱，阿门。爱你。阿门，感动弟兄姊妹，阿门，成为你真实的一个基督徒，阿门，你门徒的一个见证，阿门。是的，主啊，让我们今天就活在这神圣罗曼史里，阿门，就能与你书写这爱的故事，阿门。爱我们，主啊，继续的吸引我们每一位，阿门，让我们愿意跟随你，阿门，一直到主啊能够心腹预备好了。对呀，让我们预备得见你，对呀，盼望你的回来，阿门。是，主啊，是我们盼望你的回来，阿门，以及享受你的实际，阿门。啊，谢谢你借着弟兄姊妹的后，主啊分享，阿门。啊，你的爱又这样临到我们，阿门。啊，滋润我们，阿门。啊，浸润我们全然，阿门。啊，领夺我们的心，阿门。啊，你知道我们后在自己的里边的时候，阿门。啊，是唯有自爱自怜，阿门。啊，你如今做我们的爱，啊，满足我们的心，哦，主啊，也在爱里更新变化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配偶，与你相配，主啊，也来满足你，主啊，我们爱你，主啊，把我们放在你心里如刃剑，放在你的臂上如戳剑，主啊，你如此哦至强的爱，主啊，爱我们到底。阿门。若不是你先爱我们，阿门。若不是你不但把自己注入进来，阿门。啊，成为我们的爱，阿门。啊，我们这些乡村女子，阿门。啊，如何能够与你相配，阿门。啊，谢谢你今天做成了一切，阿门。啊，谢谢你新鲜的切口，阿门。啊，等着我们与你来连接，阿门。啊，会向你敞开，阿门。啊，接受你的带领。这个节制的生活是我们天然人活不了的，啊，等着我们肯一再的向你敞开，把我们的家庭生活交给你，把我们的教会生活交给你，把我们带进到这样节制的生活中，天天享受你做我们活的供应。主啊，我爱你，你就是爱。好，跟随你，赞美你的爱如此之坚强，是众水都不能淹没，我们需要你，阿门。现在预备姊妹她在预备好的受浸，我们马上就过去。那位之前呢，我们我想这边呢是和一些福音朋友，我想你哈，嘉豪啊，是。你渴慕的话，你今天也可以进到这神圣的罗马。哎，阿门。要跟弟兄姊妹一样啊，今天前面一个有个受浸，现在我们的姊妹有受浸，你今天呢也可以受浸。哎，阿门。借着他的应许，信而受浸的，必然就与他完成这一个哈接旨，
祭奏这个联合的圣火。阿门。你有没有受祭奏？再来等一等。阿门。好，那我们过来一起看一下。阿门。阿门。那我们过去。阿门。我们下周还有最后一次哈，我们这个时间过去。阿门。感谢主。